好，第七题，它的 f(x) 是这一个，f(g) 是这一个，它要我们找 g(f)，所以我们先找出 g 才能够找 g(f)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是 2gx 加5等于13减 2x。OK，so 它在这一边，fgx，OK，这一个是我们的 gx，然后它就放进这一边，这一个。所以它就变成 2gx 加 5，所以我的 2gx 等于13减 5，是3减5是8，8减 2x，所以 gx 会是等于4减 x，OK，因为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全部一起除了，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就可以找 gfx，所以 gfx 的情况之下是 g 里面放 fx，2x 加 5，所以它变成4减2x 加，所以是4减 2x 减 5，然后是减 2x 减 1，然后还要我们找 value of c。如果我的这一个 gf c square 加1，然后等于 5c 减 6，所以它这个是减 2c square 加1减1等于 5c 减6。减 2c square 减2减1减 5c 加6等于0，减 2c square 减 5c，然后加3等于0，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2c square 加 5c 减3等于0，然后开括弧等于0，然后我就有 c2c，c 是减1加1减3一加，然后用来加。大的是加这一个，所以 c 加3等于 0，c 等于减 3，2c 减1等于 0，c 等于1/2，减3，1/2，好。